啊，你好，我是小花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关于星舰战警最后一次的 BOSS 哦，困难的西门车选要怎么通关呢？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本哦，王是非常的脆的，主要还是来自我们移动平台的东南西北跟浮城，所以一定要选好东南西北的方向。像我们向标这个五跟八的位置就是北的位置哦，五八是北的位置，然后六七是南的位置。其实北南是在这个游戏的姿势当中最重要的，因为我们比较大的姿势都出在北跟南的部分哦。开场就是输出就好了，就不停的输出，他会选择两个人，然后三个人头上有叉叉，站着不要重叠就可以了，不然会死掉。然后大家都要站着靠着这个甲的方向，就是北的方向来站哦。我们的80%血条会随机选择两个人，然后分别站到透明的那个块上面，有没有看？然后立刻按北，然后挪出去，用轻功跳回来哦。这边注意那个圆在收圈的时候呢，你不要站那里，要跳起来，不然就会掉血，然后被冻住起不来。好，一样来时来到我们这70%的时候，如果输出快一点，60几%就会有了。我们的西门吹起来跳到了这个南的那个台子上，我们站到北这个台子，用南移过去，立刻再按北。诶，你知道为什么两个红圈要跳过去吗？因为那个台子冻住啊，它慢慢在融化。其实你有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所以你不能就是跟台子临近的地方会一起冻结，所以一定要移开它。好，我们再不停的输出啊，我们就是闪了一下，以我们这个队伍的输出，我们打太快的话呢，出一次姿势就上台子照这个重要的姿势，可是发现不太 OK， 所以我们就刻意压了一下输出到62%，让它再跳一次那个7号的台子，大家有发现吗？站到这个下面来，然后我是按男的人对吧？移开。然后这边的冰块已经化掉，所以不会冻结，不会影响。好，再来看61%会进入日式嘛？这时候我们来上7号的台子，来全部都上去，全部上去，全部上去。然后远攻来打啊、哦！好，远攻打到60%的时候，差不多在4:30左右就会进入日式。有慢一点，我有4:22进入日式的，是因为大家打输出太慢了。这边其实可以偷打很多次啊，只是大家害怕。好，他开始进入这个 CG 的动画当中啊、哦，这个时候可以挪动，如果你还没到台子上，这时候可以动。好，上先按符，对，然后开始动了，移到星星的地方，几下几下。大家注意啊、哦，移星星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的冰块就是个透明的那个块呢，会重叠在一起啊、哦。我们这个方向感很重要，指挥一定要按清楚，在星星的地方是安全的，每次有5秒的时间，一共要走4次。其实这个姿势还蛮好移的，东南西北，主要是这个姿势结束怎么下台子，所以指挥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台子的走向，因为还有一个城嘛，就是上下。我们在挪的时候稍微看一下这个城的部分啊、哦，看一下我们这个位置是一个靠的比较那个西边跟比较通边，我们这样怎么移呢？往旁边一个，然后沉下来移两个，然后大家先下来打，不要单独跳下来，打一下就会死。再他往旁边移一下，这边是西，然后再往下沉，听指令是 OK 就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开始进入姿势的部分，就不停的输出，它会进入姿势，因为前面是跳7号的台子，对，前跳7号就靠南边的台子，它下来之后一定会跳8号的台子，大家来看，它是不是跳8号的台子那边？它8号会跳2次，所以这个时候北往上移，我们往下走就可以了。那因为呢，我们那个40%的血呢，就是还没有血，那个两个人牌子没有冻住，所以我们在打的时候呢，中间还是会不停的出头上叉叉，然后还是会跳到八，它会跳8两次，它会跳8两次，大家注意为什么呢？当台子都在的时候，它会优先选八；当台子就比如说像我的像是男的台子不在，对不对？它还会选八，很明确的。你看大家输出在40%的时候呢，然后它选了，哎，40%进入我们的姿势。我们这下有点乱掉，就是晚了，大家没有发现我到台子上了、哦、那个差一点点，对不对？这边使用轻功，记得在这里的复活一定要给有方向的人，就是输出死了就死，要给挪方向的人。好了，一样的、哦、他又跳到了八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北来移，把它移开。哎，有没有发现站在外面就是安全区，不会死掉哦。来继续输出下面，因为一个你看这个六跟七的位置，是因为六跟七的台子靠着在我们这个十字的固定的这个台子上，所以下面再出制式的时候，西门吹雪会跳到17的台子，他就跳7跟8，非常的明确。如果你不知道7、8在哪里的话，面对西门吹雪的地方是北的右上角就是八。然后背对就是7，它就是只是跳这个位置，你看有没有？它是跳7的位置，非它是跳的，其实是有规律的往那里跳。那因为这边台词已经挤着，已经融化了，所以移回来无所谓。但是我们还是移过来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走20%制式的时候，还是要上台子哦。其实就是把这台子全部走完，然后正确的从台上跳下来，配合默契就可以了。我们其实在当中出了很多错误，是大家注意后面黑的地方不要跳下去，就是直接死了，可以看星星哦。然后还有我还在相应的时间上台子，注意一下，就是在这个制式的时候走这个透明的台子的时候，中间那个十字的台子是冻结的，上面是不能站，站了会冻住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反应这件事。
件事情哦、喔。来，大家看我们在疑心心的部分，对不对？我们其实我们后面主要是卡在的点是卡在就台子下去的时候，还要看这个出过星星的运气好不好。所以其实有上面星星跟下面的星星，我们在困难当中一定是上面的星星，因为空间移动很大。我们在移动的时候呢，指挥官一定要看好，嗯，要告诉出我们的上面是往东还是往西还会南，不要急着跳下去。这边不要直接跳下去，先挪好台子，然后沉下去。你看我们这个台子其实要挪，哎、欸、，OK， 你看这个台子只要往那个往东挪，然后往西挪，然后下去，下去沉下去一个台子，再往西挪，再沉下去两个台子。哎、欸，有没有发现这就非常的顺利啊？好，下来看一下实战通关的部分呢。这一季新鲜的电影就结束了，我们要准备迎接的是最新的一困难跟英雄的挑战。我是小花，如果你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吧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要不要跳吧？我们是可以啦，那台词都可以了，现在就是这个东西再移一下位置的问题。妈老娘放重滑，没有放过一次。刚才有一次才一次。那台词后面下来都是一直重复姿势的，就没什么了。谢喽。准备看一下红圈。上台子，上台子。哎、欸，然后转方向。妈的，我又踏雪不要去哪？西班牙。那这次就可以了，这次就可以了。过来，靠过来，靠过来。我晚一点再挪嘛。我晚一点再挪嘛。就是背移走，背移走，然后都不动，好像也可以，抓不到。不会，就怕动，不要重叠哦。还有一次哦，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要这样过来哦，还有一次哦。我们就不要赌那个输出了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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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 ，no no， 手住手。再等一次他的支持吧，不然我们这样，再等一次，等一次直接上台子，不要打他。我这边已经解冰了。上台子上，不要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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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台子，不要打。然后注意一下支持，这个线没有，没结冰，它已经冰化了，它冰时间到了，冰化了，那就可以攻打，可以59%吧，那59%才会上，多用了12秒，上，尽量不要四块粘在一起就好，左边在左边，哎，哎。我们等一下选远一点的、啊。嗯，选远一点的。难。难。那个。OK。别动，别动。等一下，看往下一点，选下面的，然后东。东东。对。先等一下，先我先按一下难，你再按沉。沉。沉。然后下去按一下西。那上面的话。按一下西。按一下西。西。沉。沉。对。OK， 很好。来注意一下，它会出现在八哦、嗯。位置上它会出现在八哦。六七回来，六七回来，六七回来，六七这边台子站的哦。等下我先北，你在哪？对，因为这边没有动啊，所以还好。对，还是他。啊，等下去哪里？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，还是八，对，一样的，就先北再南。线。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，他40%选人哦，还有一次哦。他选的也是五八吗？选一样五八，对对对对对。没一个哎。北没有，是那个没挪。哦。那个标就。一样，等一下他等一下会在那个位置哦，他会在那个男的位置哦。来，你要男，你要男。对。对，再回来，他还会选男哦，还会再一次哦。对的，20%他有自视嘛？对，他还会再选呢、啊，所以就是还会选，他选最近的嘛，很明确呢。等一下会去7还是8？七，应该是七，八没有八不在近的，他不在台子上，他也不会飞过去啊。哦，对不对？是哪里啊？他没有，不用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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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样讲，你不用挪，那也没事。
上面就台子嘛，台子过就过了。然后就一样东南西北。离台，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七，你这输住，我怕他再一次，我怕他再一次，对，上台。OK， 上台子。包括你就在那里别动哈，对，都别动。快进来，这边可以动。上。喂。喂。这边不要截跳下去啊。东。喂。对。喂。粘在一起了。有办法搞，可以。南。东。西。东。西的东。哦，西。Sorry， 西。西。左边是西，好不好？东。然后没有那么容易被你控制的，画小画。耶、yeah ！等一下，我难一下再沉。你难一下再沉。难一下再沉。沉了吗？我再一下。嗯。沉。再难，沉。好，很好。站好。等下去哪？他等下去哪？不知道，可能是八吧，可能是八吧，就是自己找好位置。我等下五八先站好，反正等一下直接穿云过去就好了，管他在哪，你就往他对角穿云就对了。哦，对，北，对，往他对角穿云就对了啦。对了，我们就控制他的七，就我们控制他七就好。南回来，不控他七好，还有29秒啦。先，等下球喵下重华，结束了，我重华死。快打，复活，快打。可能不用你了，你在那边躺好吧？你是躺，我起来了，我起来了，我起来了。你是躺着过的，我起来了。你躺着过的，让他躺着过，影片让他躺着过。我影片真是躺着过的。